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我们两个没地方去了，叔叔。那为什么没地方去了？就是阿斌他之前我在你这里借的钱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钱，就是都被他骗走了。然后他说他要拿着这个钱，然后再到医院去里面去。结果这个钱都全部被他用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今天他又在我这里拿钱，我没有给他，我说我没有钱了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生气了就把我跟孩子赶出来了。现在没办法了，我们就只能在这里，叔叔，我们两个没地方去了，他不让我们在家里面，他把直接把我们两个赶出来了。哎，这个阿斌太不像话了，上一次咱好好的说，说呢，要一起，好好的一起生活，他去找钱，大哥，他发了，现在又这样子把你们两个赶出来，我去找他，我带你们两个去，太不像话了，这个阿斌，对啊，叔叔，他一次又一次的骗我。也不知道拿钱去干嘛了，然后我有钱就拿给他了，他也全部都用完，我也没办法。那现在你看，现在他又要找我要钱，那我没有给他，我自己也没有钱，然后他就一生气了，就直接把我跟孩子赶出来了。给你他把这个钱拿来赌博去了，去喝酒去了。这个不像话的话，阿斌，我去找他，走。好的，叔叔，那你要送我们两个去回去吗？我送你们两个回去，给他好好的给他说一下，他这样子下去，我要生气了。好吧好吧，那叔叔，那我们走吧。走，去找他。阿斌，阿斌，开门。不是，叔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找你了吗？你有人口了，你把母女你要回来了，他再来找我。上次跟你说的好好的了嘛，又咋个变了？叔叔，你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要不去接你们走嘛，行不行？我不走，我走，不走。不是，叔叔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骗你的，他我们没根本就没有吵架。然后那天我出去了一下，他们两个好好在家里面，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把叔叔转过来了？他说他，你把他们两个要出去了啊？你只是把他们两个的要钱，没得钱，你就把他们两个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样子你就不对了嘛？借个追个大男人，大小夫了嘛？不是，要不要叫你们坐一下嘛？要不我不坐，我做饭给吃。不坐，不是做饭给叔叔吃嘛？我也有事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两个好好的，让他们两个放在家里面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跑去叔叔家干嘛了？对不对？叔叔，你看都老了，你来回回人家也辛苦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干嘛找他过来呢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叔叔，他骗你的。但你说他现在他骗你的，我怎么可能嘛？他一个女的，那就他就骗我了。我的女儿侄女，对，他还带着孩子，还有带着，对吧？我何必要为难他们了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要不我倒水给你喝，行不行？我水也不喝，我头也不错，我忙得很，我一天有事。不是，我现在就走了。下个鸡给你吃嘛，好不好？要好好的，那个。黑面，你真的黑面，你怎么可以骗叔叔呢？你别这样子了嘛！人家并没有瞒你们，没有把你们要出去。你这样子天天来找我，我也一天忙得很。有这样子的事，有这样子的事，就这样子啊！我走了哈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骗你怎么回事啊？阿斌哥。谁让你去找你叔叔了啊？那本来是你把我们两个赶出去了的吗？那我叫你去找你叔叔了吗？那我们两个没地方去了，只能回叔叔家。然后叔叔他就问我，你可以回你们自己家啊？你可以跟我说，你跟我说一声你要回叔叔家了吗？啊？那你把我们两个赶出去了，我们没地方去就回叔叔家去了。幸亏刚才叔叔不在，如果叔叔在的话，我必须得杀个猪杀个鸡之类的。那这个钱谁来掏啊？按你叫你去
啊，谁把你带回来的啊？你会看看他人家没有继续做，如果继续做的话怎么办啊？那个鸡你来买吗？啊，那个猪你来买吗？那个饭你来做吗？那本来是你把我们两个赶出去的，那现在你又在那里说啊？你跟他说了什么啊？真的无缘无故的哦，没事找事，你这种人真的。那本来就是你赶我们两个走的。什么赶你们两个走的啊？那我赶你们走那是事实，但是我让你去找你叔叔了吗？啊，你真的这个你这个女人真的不可理喻，怎么教都教不会？你把这个那么一点小事给他搞成那么大吗？啊，幸亏人家刚才没有继续做，那继续做了怎么办啊？这样一天到晚的。那你看叔叔都过来了，而且叔叔跟你都说的那么好的，那你以后就不要赶我们走了吗？不赶你们走可以，以后天天干活。这个我们家不是白住的，我们家的这个饭也是不是白吃的，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啊。走，咱们去干活。我拿工具给你。阿斌哥，走，干活去。走，不是，阿斌哥，我带着孩子，我怎么干活嘛？那肯定干了，那你以为在这里白吃白喝吗？不是，你看我这个我也拿不了，做不了啊。可怎么做不了？为什么做不了啊？你没有手吗？你没有脚吗？啊？为什么做不了？赶紧去。好了，关了。想不成，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了。